我想看小乔的第70秒吧，70秒开始吧。请离开现场。好吧，谢谢。那5秒有怎么样吗？他就在保险箱旁边找东西，而且是背着。但是我刚才我通过我的这个身体语言的观察，我现在觉得乔先生有可能。乔先生，虽然我跟您不熟啊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，有理有我感听觉的。您应该是一个非常沉稳，跟陈道明、汪峰类似这样的一个人，是有这种坐怀不乱的感觉。我还很年轻，但是您说起话来感觉瑟瑟发抖，然后中间有一些紧张的气氛，而且一直在抖腿。不是，他腿受伤，腿疼啊，所以在抖。因为我你替他狡辩，你也有问题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有什么我瓜葛？哇！真的，我反正我就觉得，刚才我又通过这种身体语言上，感觉他说话的时候在想自己在说什么啊，所以说有一方面这块啊。乔这个呢，比较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延长时间，所以他选这个。那我又在想说，如果他是同伙的话，谁跟他这个对应是最好的？一个就是戚薇，这个很有用。我这肯定很有用。排除异己，他们两个。是我心目中觉得配合的还蛮不错的，这样道具。我想到一个玩法，哎，就是我们第一轮的所有的投票，包括看这些视频，其实都是凭直觉，对吧？是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玩法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可以先把我跟大验出来。如果运气好，我们俩这个道具都是好身份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玩法，就是可以把我放在所有进这个金条房的中间，打成双那个弄的，然后把它放在每次的盘算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前面的人有谁动没动金条，前面三个后面的人有没有动金条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前面的人。而且我根据我刚才金条房的判断，我觉得凶手大有可能是在最后一轮才会动手。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判定，就在前两轮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把心给投出来。如果心也是一个好人身份的话，他可以最后一轮复制我这个，就等于在精确之中再精确一轮。就是说，前两个有没有，中间两个有没有，后面有没有？对，就是在一二三之间再去判定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胜算比较大，他们可以把我们当成一个投票的依据。明白。嗯，我同意陈的说法。我觉得这样子量尺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从来你没有那么有条理过哎。你怎么老忘了他有多好？他其实还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他突然就变成那么高能，我一下子觉得哇。那口罩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觉得他的高能啊，有两种啊。高能一个是有可能他真的很高能，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是有设计了，有一定的规则了解了，但是他敢把票往自己身上揽，我觉得还是很厉害。是是。我觉得待会儿的结果非常重要，因为陈现在完全已经以一个好人牌在玩，就是非常高层的视角在拢票了。然后呢，而且他把目光呢投向了他对面的大。就是如果待会儿真的是两张好人牌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招棋。但如果有，说不清了，就说不清，说不清了。好，现在是这样，我们要开始投票了。你要安排什么吗？在投票之前，我就想说，要不然大家就归一下票，哪几个人投我，哪几个人投大老师。如果大家愿意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的话，咱们现在一共有9票，5票投我，4票投大老师的话，就那边的，这边的都投我，然后这边的都投大。但是他这么主动让别人安排，让投他干嘛？干嘛安排票？也有可能他是到嘴，然后就安排了我们所有人。万一啊，我只能说是万一啊。如果他们不走运，如果当中是有坏人，我们就这样看不到票型了。其实第一轮就废了票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所以他说他的，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想法。嗯，现在开始投票，投票呢是自行决定顺序。大家好，我是荣侦探，我要投的是
大多数人相信逻辑的时候，不要相信逻辑。我想知道他在干嘛。现在所有人投票已经结束。你们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同伙吧，是。暗号。你没事别老拍人肩膀行吗？我没有拉你下水的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就是。你懂了。你别给我来，你别给我来这套。在我公布票型之前，首先请问我们拥有国王技能的七侦探，请问你要使用技能吗？那我这轮没什么可用的。所以本轮先不使用技能对吗？我先不使用技能。好，所以我们将要公布票数最高的两位到底是哪两位玩家，请宣布。下面公开第一轮得票最高的两名侦探，他们是魏侦探和大侦探。请宣布在这两位玩家当中是否有盗贼。在这两名侦探中，没有盗贼。Yes。 没有盗贼。Yes。 Yes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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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嗨翻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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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，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挺好人的，挺好人的，还是要相信。魏晨，哇，魏晨，哇，魏侦探，哇！哇，这个形象一下立住了，真的。一下就立住了，瞬间。一下你在闪着光，哇！从今以后，现在几点了？从今天开始以后，日子都挺美晨的，咱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挺差的，好吗？估计陈的这个玩法，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个，因为他这个玩法里面，他要有这个组织能力和思辨能力，同时拿到算盘的人得得到他的信任，他才敢这么。第一，这个人得有能力带节奏；第二，这个人得清楚这些节奏到底对谁用；第三，剩下人得配合。其实刚才这一轮里面，盗贼是被裹挟了，对，因为他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出来做任何的改变，对，因为分得太清楚，厉害，都给架这儿了，天才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跟大家说一下是谁让你就是这么去分票的，谁谁谁投谁谁谁。